想请问市长，绿营质疑您神隐过端午，上午苏院长也回应恩恩爸事件，他说深感遗憾和痛苦，似乎向您喊话赶快提供父母相关的资料，会不会觉得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对恩恩爸爸跟妈妈一家人，我们会尽全力来给予关怀，并按照相关的规定，全力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恩恩爸爸。尤其我特别希望由卫生局跟消防局两局的局长来当面跟恩恩爸爸做一个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跟说明，让恩恩爸爸能够做充分的了解。那至于外面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是好意的，我们大家都是全力的来关怀恩恩爸爸。